就是说他们在练习哈，那个彼此让人家进不来的那种啊。当然这文字上就这样了啊，就是让对手很难进来。那你的刚刚提了一个加分的问题，还有一个战争的问题，对。但是我就是跟你站在中间，我还有人会追踪，但他追都追不到你。那如果你越接近，那种很小的越冲他，现在那个效果，越来越冲他还要长那么个劲。那你也不用考虑，就是没有没关系，你就顺势把我拨出去，因为这样才有没有？因为我推出去就拨出去就要再重来，你要是不会，我就会让你力量再回去。就是我让他感觉在回去，像我这样我没有冲劲嘛，我只要力量有出去有没有？大哥，你看我这样，这边我就觉得危险了。危险了，对，危险。这也难，你难不难？对啊。所以你看，像这个，我只要是这样子出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，我在跟你说，我尽量不出去。要出去也要找到，像这个，你看，你到这边，我觉得我这边挨打。我在这。到这边，我觉得我这里挨打。有没有？对，处处挨打的东西。我在这。其实这边就不重要。如果是这样，很显然你的中不是在拉。像这个踢，你看，这个我这边用你的时候，是你不打我而已啊。所以你看这边已经可以来了。所以我觉得是不用打的。哎，对。这是不是你看到的？哎，对。但是如果再跟人家对这样，我觉得我很站下去了。都可以。我是这样子，是挨打的。是之前和老师讲过，我在练习的话是大部分左右。如果以体来讲的话，就是肉体的心灵的中心就是就无所不在的中心，这个那没有固定。那训练是这个身心先开始，从这个中心里面有什么？一般我们的你看他有点不太，只是看。